驾到无敌狗分点。如果你还不知道，一定要收藏起来。第一个火焰村，首先我们使用绳索来到屋顶，然后点击脱离，然后沿着房顶跳到另一个房顶，接着一个大跳来到屋檐，趴在这个角落几乎没有人能发现你，并且这里经常是决赛圈。第二个蓝海湾，我们将一个载具开到游泳池，坐在车上不仅不会扣除肺活量，并且还能持续增加能量值。哦对了兄弟们，我设置的只有无敌战神才能关注我，不信你试试。第三个蓝海湾大桥，首先我们来到桥头，在这里点击趴下，然后慢慢往前移动，到这个位置以后慢慢向前移动，这样就下来了。在这里不仅可以狗分，还可以打到蓝海湾的敌人。第四个船厂右上角，来到这个位置以后蹲下慢慢往前移动，这里十分隐蔽，特别适合前期狗分。